家人们，新城海真的不难。画至二档，左手下滑，全程别松，右手控制视角，不需要多快的手速，保持浮式就好。安卓、iOS 手机、平板都可以。下滑视角的时候，左手会出现小眼睛，眼睛消失就说明断触了。重复操作即可，没有难度。飞行轨迹尽量垂直，转过弯之后，画面强制抬高的速度会变快，右手稍微快一点下滑就好。成功了。